分辨他们。哎，你要到这个箱子里面，往镜头往后拉一点，照两个，分辨他们。这个电话蓝色衣服，你在后面一点，你那边空间比较好看。还好啊，拍大一点，因为没办法放很大，大一点。然后再一起放起。前端结束。我要从这里面拿出，可爱的。两根，最好是敲啦。轻松愉快的把它插进来。四个嘛，上四个。昨天只上了两，一颗两颗。长得很多、哦。对，我这个就不会照到手指头，所以它那一台设计的有点问题，就是手指头这样一放，它就会。总之就是那台相机不好嘛。哎，原来用不错了。现在因为这样子只剩下200块，从我们的这边拿出我们的模组，然后从这边拿出我们的耳片，然后拿出螺丝。你曝光了啦，然后好啦，锁螺丝，我把它剪掉就好了。你今天衣服比较不鲜艳哎，没关系，昨天红色比较好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这要扎到螺丝呢，锁好，嗯，然后我们放上去，轻松愉快把它放进去，压紧。拉出来，把它锁起来。会不会太暗？我这边锁起来。好了啦，有就好了啦。你锁要走开啊！要用那个螺丝假装锁一下。不用，不用。